要有海产好好唱啊、哦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诙谐幽默的心情看待这段真的色情的表演。全部禁止通行，直到那天我们两个相遇，你的未来变成我的兴趣，让我无止境的想要秘密，心中位置我要拼命的起，每天都想跟你聊天，住进我的心中，看着你的照片傻笑，痴痴望着星空，大家问我这是真爱，你敢确信？答案就像一加一般，我很确定，明明害怕失败，却又鼓起勇气告白，漫无目的划着你的 IG 发呆，你的疑难杂症我都尽力去懂，就像你是公主，我要尽力去宠。任何时间地点我都去等，你一当风一当工具人，难过时候我就当你的小丑，开心招手甘愿当你的小狗。哇，虽然我是真的长得不帅，使命必达也要把你宠坏，没有达到你的标准身高，踮起脚尖成为你的依靠。里面谁家幸福困难我都起唱。手机掉瓜，刚我输掉了呢。有没有看到？还没有人想把我拉出来啊？哎，什么拉出？哦呦，哎，六个阿嬷哎，你还是在里面。哎，还有臭水果味。哎，我要走下来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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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因为这样很可能接到一个代言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对，我公司刚好有一个产品，就是用咖啡洗澡的。哦。还不错，新代言。不，咖啡咖啡，而里面它是油脂的，咖啡皂这样子。我今天就是用这个洗的，你可以闻。哎呦，有咖啡味的，哇，远远的咖啡味，好对吧？请假啦。哎，宪哥，可是人家被处罚成这样，你还在指路？对对对，宪哥还没有打算要提我，蛮过分的，算是没有人性。我屎哎，插销他，是没有人性。你闻看真的，还在干什么？在闻。应该要稍微理我一下，也没有，稍微要解套了吧。访问差不多到这边结束，还在推销有没有？咖啡这个是重点，是重点。宪哥，可以减访了，可以减访。那么，对，减访哦，他还指明要减访呢。减访，哎，减访，你帮地上的拖一拖吧，你要自己拖。哎，但是我们也要跟海产道歉了，因为他跟刚开始唱的时候就已经有工作人员在那边准备要倒。哎，对啊，他后面那个戴面具的太可怕。我都还没唱，他们切割牌已经举好了。这个歌已经多久了？这个歌哦，这个歌其实已经出了半年了，而且这个让我的点击率涨了100倍。哦，因为我后来发现，在演艺圈我是屡战屡败，我还是一个到100个嘛，不要五个到500，五个到也不错了，100倍很好啊。其实算蛮好听的。看到那个心都酸了，他花了10几万。对，出了一个 EP， 我拿3年存下来的通告费出了 EP， 两首歌啊，3首歌，你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？我自己写，然后自己编这样子，那就赔的比较少一点，赔的比较少一点，然后只收到43块的版税，哇，赚这么多啊！搞错重点啊！是哪个傻瓜还花这种版税？听这样子，这样还算多啊？没有关系，但是呢，这个人总是会累积的，对啊，特别一点一滴嘛，那大家看到你这样。以前看你会讨厌呢，对，现在看更讨厌，奇怪，那等于是有进步了，有进步，代表有进步嘛，讨厌到更讨厌，然后因为你已经成功的引起我们对你的注意，哦，对，然后慢慢来，来一次一次，哎，帮，这是一亩良田，真的，你上面撒下的所有的种子，你不知道到时候长出来会是哪一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花。
Who knows？ 所以就是每一次的表演就是 God knows 啦，拢无力气啊，对不对？我修之前来讲笑话被泼墨汁啊，这个被泼烂泥巴，哇，我算也进步了。对对对，进步也。夏天我就进去就倒硫酸下来就算了。不会。我们不会有花那种制作费。太贵。哎，硫酸贵嘞，节省成本啊，靠针头的，因为我们制作单位。来，接着下来，大家这个众所瞩目，嘶哑新歌来了，请上公车。显得我越来越肥嘛，跟在后面努力的追，只是四分，是一堆每个网友都说推，你说对不对？我不在乎一时发生成长，就当我是一群年轻曾经懵懵懂懂，现在站在台前算你脑袋缺了空空，吃过跟谁发亮，哎，我从来不是说说，以前都问你什么名字，怀疑我没背影，现在都打着我名字，快点来捧捧我，靠在撕掉苹果的包装，努力拼搏我心想，大家叫我爱。小心！哎呦，太高！哎，很恐怖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丁老师很吸睛，唱现场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哎，我觉得这个歌有机会哎。刚刚还有人对嘴对到麦都忘了拿起，最后被泼了一身泥土。对，哎呦，你当观众是白痴吗？相当明显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现场的啦，现场啦，我在唱现场。前面那个是本来就录好，对，有一点比较大声而已。哦，没有对啊，你再唱一句我听听看。你不会，不会破了吧？是你这么天真可爱，带点聪明。麦还人家，已经被泼了啦！抢人家麦，自己的麦摆在那里，你抢人家麦干什么？哎，是呀。哎，你好。这个歌一张唱片等了十几年，对，都有那种心情，有没有？其实真的是因为综艺大热门，所以我才会被看见的。对对对对。对，所以其实非常的谢谢综艺大热门，然后就是。有一种回家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而且这是首唱哎，对呀，首唱，压力一定很大。就在这边献给快哭了，对啊，快哭了，很棒啊！但是因为你今天这个对他表演有限制，他如果是不要在这个有舞台的话，哇，那就完全对啊，如履平地，他跳起来那个感觉，而且他要穿那么高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没问题。那我刚刚就讲试一下，这个裤子好像又更松了。他为了每一次的表演呢，做出最大的努力。对，结果为了要发这张唱片，他到现在瘦了3公斤。哇，当然因为吃我的果胶也有了。对，连这个还可以吃。你高啦，那高啦！你看人家在厉害啊，什么都可以。我喜欢服务人群，对，哎呦，不爱赚钱。哇，宪哥，你的产品是从人生的起点到终点都有，都有，通通都有。最近有一块地在跟我谈，我们要盖塔位。哎呦，好怕！这个你也做，你太屌了。